我会说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话，就是我一定要在今年发出我的专辑。好消息，好消息，周深二专终于发出了，3月31日零点正式上线，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先行曲《蜃楼》一出来就忍不住去听了，当然顺手 get 到了周深的专辑采访，问到想跟10年前的自己说什么时，周深瞬间红了眼眶，真的给我看哭了。对十年前的周深说些什么？哇，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有人爱你哦。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有人会爱你，这对于一向敏感的周深来说应该是莫大的鼓励了。10年前在乌克兰读书，跟爸妈吵架，坚持学音乐，却因为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买菜不知道哪个是10块钱，而被老板凶的把所有钱都掏出来。但我当时听不懂他说什么，我也很无助，我就把我所有的钱给他，因为我不知道他要哪一张，我觉得他太生气了。我说你该拿哪一张才不生气。紧接着登上好声音的舞台，一个男生却拥有女生的嗓音，在当时这个争议也不是一时半会儿了。甚至更过分的是，本来上节目就做了好多心理准备的周深，在上台前一秒听到的声音对他依旧不那么友好。克服了自己很大的心理压力去参加的好声音，当我上台听到第一句话是一个人说，啊，长这个样子他会唱歌吗？特别快就在我旁边说了一句，他可能是悄悄聊天观众。便生气离自己而去的周深，因为相貌而被质疑唱不好歌的周深，在最早出道的那段时间里，甚至埋怨的都不是那些攻击他的人，而是在想自己要怎么做才会被他们喜欢，才能不被说。然后就看到一些伤害话，我天天觉得，啊，我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好，他为什么要这样说我，那我是不是要改进一下，如果我们那样做他是不是就不会说我了。但我后面发现不，对他们来说，不喜欢你的人只要你存活在这个世界上，他就是不喜欢你。而因为在乎所以敏感，在周深参加每个节目的背后，你也根本想不到周深到底给自己多大的压力，怕说错话，怕别人不开心，喜欢大家又怕太喜欢大家，因为没有感受过别人对自己的喜爱，所以当下那一刻贾玲的话才让周深尤其感动。周深，我就是不管你有多喜欢我，我都不会让你失望的，千万别怕太喜欢我们。当然10年前让周深最意想不到的应该就是，即便之前有多么孤单，也依旧有人来爱你。为自己打call的生命们，对自己赞不绝口的前辈老师们，从 Love House 到体育馆到春晚，努力是真的会被看见的。而在二专特辑的采访里，看到自己发专辑后生迷们的评论，周深内心也是非常感动，甚至看到粉丝对待自己的专辑比自己还要用心的时候，内心还有一丝愧疚，他们怎么能这么好呢？我做的这个事情，但是他们放在这个事情上的用心程度都可以说是跟我们是一样的一个用心程度去对待这个事情，所以就会觉得自己很感动很感动，就那个滋味其实特别复杂，就觉得啊，他们怎么那么好。而说真的，去看周深和粉丝的互动，他们真的好和谐啊，读粉丝的彩虹屁，回粉丝评论，客服大门不定时就会开启，采访时提到粉丝对自己的支持，周深嘴上说有时觉得他们傻傻的，为了见自己可能打冬天要站几个小时呢，但这种傻傻的爱却是最让人动容，才想着要尽可能的去回应。我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哎，你看最近还挺笨的人就这么傻傻的支持我，那样的笨其实还蛮感人的，所以我就尽量让自己能够去回应他们一些。之后在9周年演唱会上唱粉丝写给自己的歌，赞叹生命们有才华的同时，看一眼歌词真的很泪目啊，回望着你我相识许多年华，感谢你未停止前进的步伐，不再吝啬表达，尽情去爱吧，可能没有人比生命更懂周深了吧，感觉每句都戳到了点上，这何尝不是一种粉丝和偶像的双向奔赴呢？看到这首的歌词，有很多他们想表达给我的，也有很多我想表达给他们的，于是我们就选了这一首以光相负，因为就希望他们也记得他们自己身上的光很耀眼很温暖，他们自己也不停地在做着那个非常厉害的人，我很害怕他们忘记这一点，你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你们很厉害。而且能记住你每一首歌的歌词，就连合唱时也一点不输生命，真的可以堪称粉丝典范了。前两天的若梦已经感叹过了，我没想到就连灯火里的中国生命们也能跟着接，这也太强了点儿。我一起靠过你的窗外，
甚至就连上个节目期间放了周深的人事，粉丝们在台下也是跟着唱，听得周深都忍不住夸：“你们连歌词都背下来了吗？是真的牛！”你们都背起。哇，太牛掰了！但你别说，在这之前周深也没少坑自家粉丝，知道生命会接自己的歌词，有时候会故意唱高让他们接大鱼的演唱部分。咱就说深深，你是懂得怎么为难粉丝的。大家跟我的就生命们合唱大鱼、我就是一次非常特殊的经历。所以真的严重怀疑生命们这也是被练出来了，用生命接歌，回家以后肯定偷偷练了。你瞅瞅台下媒体老师一个个配合的，那也是真的宠啊。这状态感觉周深下次可以学伍佰了，演唱会只回家开口之后来合唱，你别说还挺有感觉的。而且唱到高音也不用怕，周深会自己帮粉丝上高。不敢想象真的到那个时候，周深的演唱会现场得多热闹，估计一票难求，抢不到一点。好了，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吧，不知道新专辑你们有没有在听呢？欢迎评论区留言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没有办法去预设每个听众听到这张专辑或者听到每首歌是什么样的，就是总之用心程度我们绝对是拉满的，然后其他的就交给大家吧。